今日喺 PT 實習第二日，頭先行咗一段斜路，消耗咗240幾嘅卡路里，之後落去倒咗兩碗大嘢，一碗靜雲吞，一碗牛三寶米粉，之後依家又再上嚟，再行斜路，行最斜嗰個15蚊，但係個速度都慢咗1.5，咁但係依家都消耗咗200幾卡路里，因為我頭先行1個鐘，依家又行1個鐘。即係總之今天消耗了400幾卡路里，就但係頭先又吃了嗰兩碗嘢，做完運動梗係要補充咗，就係、是、咁做運動都是為了吃啫嘛，同埋健康啦，大家加油啊！最叻嘅，方方面面，得要幾多？咁咪要咗先啦，你做喎、啊？你又可以啊？扯你驚我走咩？多啊！所以阿蔡明唔出嚟食飯，我話留個鍋喂，喺馬場咯。咩介紹啊？呢個嘢點解冇冇打裝過咩嘢嚟啊？咁耐日子濕咗唔出奇啊！係啊，你見咗經常有啦。嗰個啤酒櫃嗰啲整得太差。我屋企有冇？係有冇啊？攞盒翻嚟啊！我以前都有個陣。唔係啊，要邊個 size 喎？我有個公司攞同你一樣 size 嘅。係啊。我睇有冇啊？我以前呢本整得冇。係啦係啦，攞翻嚟啊！有啊，攞翻俾你。冇就冇啦，攞翻俾你。我想要大概要再往后
你就識游水，我唔識啊嘛！你啲咪正宗英國嚟㗎？
我真係輸慘啊，大佬！慘咩啫？佢轉頭上咗幾日隻士高粉，你知道啦。唉，上咗幾廿隻士高粉都冇做大咗，慘噶啦！我都唔使，而家我冇嘅，唔係咩料嘅。
冇電都要住啊！你都冇差電器，你翻翻嚟嘅，仲有數。澳洲又有貴唔貴？平啊，平翻香港好多啊，20几蚊一升㗎。澳洲嘅，哇！大佬，澳洲嚟插身揸車，周圍都要，你唔同香港。乜嘢出糧㗎嘛？如果你出糧，睇你去邊度啦？有近有遠嘅，最近就十分鐘嘅就遠咗喎。